与恶演员温升豪真实体验与恶的距离。演员跟角色设定，所以今天算是吃货。好，一个吃货来上综艺节目，能不能够吃到东西？哎，是各位观众，哎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是，哎，这是演员的正常反应。演员要五四三二，就开始演。我们先吃个海底捞吧。我就肚子饿了，但我已经快脸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吃啊。